这个是什么 ？Rice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 rice 的时候，大男主好像就是不用说话就很有谈吐。OK， 看这里，我们回来了，非常棒 ，rice 牛，牛肝。你在耶，一直喊，恭喜姚琛拿到了一枚金牌啊！恭喜各组赛区拿到了一枚金牌。这就是团队合作的魅力啊！四个人的努力，最终把这枚金牌收下。哇！豆豆比出了 RMC Rise 的手势。一开始我们都是觉得说，哎，这个 King Park 是不是就完全交给你就好？但其实从他自己的反馈，包括其他人都说，虽然是观光在 King Park， 但我们其他人愿意来辅助他做一些画面，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是一个整体的。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其他成员围在这个观光的身边，然后当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有一些配合的，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团队。我们第一次为团体哭的时候，就是录那个节目的时候。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节目嘛，然后三个人一起去完成某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成功的那一刻真的特别感动，哭了，你知道吗？真哭了，他哭了，哭了。你知不知道那个感觉上？因为我们前一天刚是演唱会，对，当时我还发烧，很累，他也在发烧，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准备跑了。最后一个环节是接力赛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时候，我是他的上一棒，对，当时。他跟李振宁在跑，李振宁在内道，他在外道，他在后面一点，他往这跑，往这跑，往这跑，然后到拐弯要给我交棒，拐弯的那一刻，他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光光，快跑！”然后直接弯道超到李振宁，然后就把棒扔到我手上。当时其实我跟李文翰说的是，就是哦，我们轻点跑，因为我发烧了什么的。他说好，他谅解我之类的。结果我当时对不起李文翰，我当时拼了命的在跑，对我当时被触到了。拿到之后，我直接整个人就烧起来了，然后我转头就跑。那他当时回头看我的时候，我人已经没了，我灵魂还在那拉了，已经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人已经没了，不是，我人已经跑没了。最后拿了冠军，然后回去的时候，周震南就，太像了，你100%复刻，百分百还原，就是他的表情。他就，然后就这么快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我们真的抱在一块哭，真的抱在一块哭。这个是事实，也不是内卷，就是支持好朋友嘛。因为我们说的是11个人开一个号，然后一起把钱放进去，每次谁发了新歌，我们就去给他最大的支持，起一个名字冲到最上面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。但后面想了想，划不来，把这个钱你投了还到不到他手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没有开了。AJ 你在干嘛？刚才不是我那个，这个我们是这个被感染了一下。谢谢。